家袂使啊，伊恁恁拢袂使讲良机啊，良机啊。哎，讲哦，往来拢袂。咱社区要办小旅行的一个前置作业啦，吼、哦。因为小旅行来就是爱有一挂风味餐，阮遮算。这土往来做的迄、那个往来上做起来，迄、那个煮起来往来烤鸡鸡好无？伊这个餐吼、哦，比外口迄种咱食用的凤梨做起来，佫较好食，佫较香。嘿嘿，哎，好啊，你讲，哎，你讲，嘿，阿某，伊没有忙个忙个来，你哪里？无，迄天呐，哎，当侬嘞。自从自从叫妈妈号的计划到今嘛啦吼，因为可能阮桃园社区刚好经历到总干事身体不适啊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delay蛮多的。哦，啊，刚好借个这个机会，我们社区可以反省一下，我们该社区要从哪个阶段开始？哦。所以我们可能刚好借这个机会，看好，看可不可以激励各里监事还是各社区人士一起来为社区共同打拼嘛。咱今嘛吼，社区目前咧执行的计划吼，就是迄个妈妈号，啊，搁环保的甲低碳计划吼，目前三个，啊，迄个环保甲低碳的是环保局的。啊，这个妈妈号一部分就是咱迄个社会事实定的啦吼。妈妈号这个部分主要，咱今麦做的是第一期的，第一阶段部分主要是参详尔。参详，咱若参详到有一个结果，咱会使阁用咱的结果来做第二阶段。第二阶段就是变做实做物件，咱看会到。第一阶段可能参详，咱可能内部迄个人事人吼，迄、那个主要讲。总共一句就是，你做啥物爱有社区大众知影。妈妈号这个部分，阮伫妈妈号这个计划内底，我嘛做一个问卷。这个问卷吼，也是叫小童帮阮倒推的，吼，规本拢小童一下物件，就等于规拢是做幼儿物件啦。啊，伊也来做社区，咱社区一挂幼路的事，拢会使做较做好个。啊，即卖就是。咱感觉咱社区敢要阁继续行起，还是要维持安尼慢慢啊来就好安尼啦。啊，恁感觉？或者是今天要吵也可以把它吵出来啊，要打架也可以啊，要边等还是来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大家我们今天就讲清楚啊。就像我们刚才理事长说的，社区现在发展是不是需要再继续？如果不要的话，那我们就停住，然后每年的例行会议。然后一年的一次会员大会，然后这边联络感情这样子啊。如果说你们要继续的话，想说社区要继续发展下去，那我们就尽量我们就去申请经费，然后我们大家讨论计划，怎么去拿计划，怎么去拿经费下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出来努力，不是说这边讲一讲，然后请大家出来服务的时候都没有人出来，再怎么服务我们这几个，我们也是挺得很辛苦，是要大家的，也要希望大家的大家帮忙。啊，那今麦那个通过了吼。好。啊，第二个妈妈号来，第二件开始，妈妈号这件我们问卷的，就是这一件。你问卷刚填好了，哦、填好回收了、哦，还是我们得有问题可以直接问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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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今天给他填完，我带来回收呢。我交作业没带回来。对啊，我交作业没带哦。社区要叮当，咱即卖目前上欠的是人。妈妈号的工作量是较侪。对。妈妈号因为社会师这边伊工课较幼，所以拢爱人。吼、哦，阮家去上课，头到尾总共九工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值班伫迄个坐咧上课，啊，甲处理实做，加总共是九工。吼、哦，头到尾安尼，换来就是。咱有法度请计划一个门槛尔。阮去啊上迄九工课了，是即卖咱有法度提第二阶段计划一个门槛。阮兜囡仔吼，伊我甲母即卖咧无吼，规拢闲乱，就是因为过去上这九工课，规拢慢。吼、哦，啊我安尼付出，嘛希望大家较拼的。吼、哦，因为无用，但拢无用啦。吼、哦，啊。有该冲，大家做伙冲啊！
好啦，无要继续诶，我想要继续，我想要好好斗阵做伙。我要走到新地去拼车一个做友路的来跟斗相交，交多啦。哦，啊，即马嘛是安尼话，我嘛是都希望，就是因为今仔日停倒来啊啦吼。啊，总干事因为都身体方面有问题，嘛是搁停落来话嘛是吼，感觉都无彩啦。所以我才会走到新地，搁甲伊邀倒转来讲吼，有机会。感恩道教多，主要是听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呐、啊，才不会说，就像我们的长雄，他主要的，刚一般刚社区在动的时候啊，执行的人很少，长雄他慢慢把我们执行这些在执行的人的想法慢慢推出去，让更多人过来。所以参雄他不单单是我们几个人参雄，因为参雄到后来凝聚会更多人的意识，更多人的想法，可能我们这再来再推社区的话，更有一个动力动能。所以你觉得参雄这件事有原则吗？原则。做了参雄还是参雄？我觉得参雄好像没有原则，因为越讲越大，越讲越大。可是我们。讲到后来可能会慢慢的，像我们刚刚在讲的话，因为一开始讲的话入口意向就很多，可是讲到后来凝聚下来的话，一变成大家有一个想法以后，变成范围缩小的目标越来越明显的，对啊，所以参雄的目的好像越来越近了。经过这一次会议，这一次的参雄哦，嗯，各位李监事已经看到我们。这一次去社会市那边上课付出的时间，那也大家也得到一个共识，愿意对社区付出，让我们有可以继续下去的动力。不只是我们，不再是我们这几个去上课人的事，社区在动，不再是我们这几个上课人的事情，而是整个社区，社区要动，靠的是大家，不是我们。几个人而已，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凝聚我们社区的意见，哦，大家的共识来做事情的话，我们社区做起来的事情才有意义。大家对，就针对路口意向来讲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，也没有什么共识，那就是到最后就是请设计，大家把大家的想法，然后请那个艺术家、设计师。然后他们有艺术自己有艺术家去找老师，把他的大家的想法融入到他的他设计里面，然后大家设计出来，他同意了，大家都同意了，然后就 OK 了，就有一个设计师。